小型干式熟成鸡夯，烤全鸭皮更脆。干式熟成议题近几年大热门，不少餐厅也引进小型干式熟成鸡作为研发菜色工具之一。这位米其林餐厅名厨是全台最早使用德国干式熟成鸡的店家。干式熟成鸡三点最重要，那第一点的话呢，就是严格控制那个温度，那温度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控制在1.5度左右。另外第二点的话呢，就是相对的湿度，相对的湿度的话呢，我们控制在82%。第三点的话呢，也是会比较有些人会比较忽略的地方，就是其实整个干式熟成里面的那个空气的对流，其实也很重要。除了常见的牛肉干式熟成外，店内最著名的还有烤全鸭。我们是用了那个鹰烤鸭，但是我们尝试了不一样的方式，我们从7天、14天、21天到28天4种不一样的时段去尝试那串起风味，到最后的话呢，我们还是选择了熟成14天这个时间。鸭子经过腌制烫皮后，刷上港式糖醋水，冷藏风干一晚，放入干式熟成鸡熟成14天，经过反复低温高温烘烤，刷上百里香蜂蜜水，最后烤酥，表面油亮又喷香的烤全鸭非常诱人，切开来分量还不少，肉质呈现诱人粉红色，搭配法式香橙酱，皮酥肉嫩，即便不便宜却非常美味。而这家新开餐厅则是牛排教父，首度跨入自制干式熟成牛排的力作。湿度呢，大概我们现在手上的机器大概是80-81在2度C，但是必须要有紫外线的设备，让它在境内的上面有一些比较安全的范围。然后另外还要装活性炭，要过滤比较不好的空气。店内主打三阶段熟成牛排。First Try 的道理是在说，7天到10天呢，它的效果呢，风味就会增强。但是假如，再多放个，比如说超过2个礼拜到20天左右的话，它的风味会更强，因为水分会被抽离的更多，那风味就会变浓。我认为，牛排的组织呢，会变得比较松散，比较嫩。通常我们认为呢，这个生意出来就是第二次熟成的状况是一个最好。第三个呢，到28天以后呢，它就会变得很强烈的味道出来。重达1.4公斤的带骨乐眼，经过14到20天的干式熟成，外皮酥香，肉质 Q 嫩又甜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好的工具让美味更加分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